菜、葱、辣椒、沙茶。OK 啊，各位，我现在已经回到民宿这里了哈。这个民宿一晚要加630元，然后这一间民宿叫做巷内故事，它这边的格局用途看起来就是给学生用的出租套房。OK 啊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既然都已经忙一天回来了，我们配一点成人的小确幸，再来跟各位讲讲今天发生什么事吧。现在啤酒的浓度真的是越出越烈，它这罐500cc， 然后它啤酒浓度是16。哼，哦，我觉得喝起来不是这么的顺口啊。然后在这之前，我有跟小佑还有佑嫂去钓龙虾。快迟到了，我们快迟到了，他就在前面。等一下你下去的时候，就赶快先去柜台说你要那个。嗯。那我先帮你停车。我直接下去柜台说我开单吗？嗯。好好好。单子要记得拿，小佑。好。我们先去开单，再找他了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哦哦，真拍谁真拍谁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老板你好，我要报名。人多的时候，尤其是满单的最好是。哦，好啊。好，谢谢啦。OK， 我们开好单了。好了，各位，就是因为我们刚比较匆忙啊，所以忘记戴口罩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就是要等小佑来一起开杆，一起钓了。然后小佑他今天会带我来这边海派钓虾场钓龙虾，龙虾初体验。希望等等钓得到龙虾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准备钓组吧。老板，这是今天要放的吗？对，等一下就不要抓这边，抓这边很危险。哎、欸，要抓，哎、欸，要抓头。哦，抓这个。好。哇、哦，好大只哦。那我准备一下，谢谢啦。哇、哦，小月一开始，好爽！你一开始都中哦。哇、哦！哇、哦！我们一开始就中这龙虾了，哎、欸、呀、啊！好，这个要拿给老板吗？哦，你要抓还是要回？好，小月拿到了，对吧？来抓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帮我放保利龙里面就好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哦哦哦哦哦哦。不要受伤了。这超大只哎。单子给你。哎，谢谢你。耶。哦。哦，小月一开始就中了。接下来我要努力了。哦，快点！给你玩。哎、欸，换我了吗？对。你会开讯号吗？我不会。就是走了，就是斜掉之后。嘿。谢谢。开。哦，好。加油。好。那就是放着吗？你要在前面也可以，你要在边边也可以。然后你就记得那一颗红色的豆豆，就是接近水面这样。哦哦哦。
好，我专心看着他。啊！我到哦！哇！到！啊，你嘛看会出来？都快到底了，我烦，都快到底了。哇！哇！哎！不要急哦！土豆第一次掉，还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情，很好玩，很慌张。我就刚一阵子狂飙过来，就突然开始钓龙虾，我什么准备都没有。什么都不用准备。赶鸭子上架。是的。我在干嘛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对。现在换我要当见习生了，不然我根本看不懂。刚有讯号也是让他去了。我又回到以前学生的时候。哦。哎、欸，谢谢。这个老板吗？对。小右又钓到一只。OK。你钓到了。有这小右钓到的。小右。怎样？小右钓到的。我肯定哦。换的就可以了。谢谢了。谢谢。我又换到一张兑换单了。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小欧，谢谢啦，感谢你。有。哦，开壶。哦，谢谢。有中了。哇，有了。哦，天哪！终于今天钓到第一只龙虾，哎，谢谢。哦，各位，这真是一瞬间的哎。哦，各位。啊，谢谢小右了，第一只了，我们继续。真麻烦你。好文拍文欢喜就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土豆跟小右的成绩是如何吧。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我们现在有1500还有3张300的，我们去换一下，把它换成现金吧。今天要感谢小右，真的几乎都是他钓的。对啊，大家收获满满，超开心的。我们也是啊，可以啊，换钱的。有没有要抓的？没耶。所以你出体验输100块而已、啊。多亏小右啊。可以的，他是不是有号打不起来？他有号打不起来。第一次这样已经算很老了。真的有高手在，小右算厉害的了。对，我一定努力的。老板，谢谢了，谢谢，拜拜啦。抓过来。好了，那我们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吧。九 ，Let's go。Let's go。好吃的，好吃的。哎呦，好香哦。嗯，我要板腱，然后再咖啡。喝喝看这个汤，石锅我。石头火锅汤吗？对，石头石。嗯。我好烫哦。有，我会吹两个人在喝。可恶。欸，可是这个味道还蛮香的，虽然是烫了点。
个是有香菜、葱、辣椒、沙茶、蒜泥、蒜，还有萝卜泥。哦吼、哦，可以，我先吃吃看这个酱的表现。哦，好吃哎，好吃哈、哦，这酱汁真的很好吃的。欸、可以耶，就这样吃，我觉得蛮香的。嗯，哎，老大，你吃酱了、你要不要先丢面下去煮，这样起来就可以拌面。哦，我觉得直接吃酱就很好吃了。看羊肉，嫩，真的嫩，嫩，我没有点过他的羊肉，是吗？因为我不敢吃羊。谢谢。他虽然是重组肉，但是他重组肉有分好的肉跟不好的肉，这是 OK 的。不然他其实本质是 OK 的，他只是利用蛋白将肉上粘在一起。整体来说，钓龙虾真的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体验，完全不休闲。如果要钓休闲的话，各位钓泰国虾真的很休闲。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，晚安喽。